跟市民朋友报告 WeCare 高雄台湾基进与相关联署点，我们的联署书份数已经有34万份了，再加上重要伙伴公民割草行动也有10来万份，我们合计已经超过45万份，离我们上次宣告打开遮羞布下面的48万份已经非常接近，甚至在3月中旬可以有50多万份甚至更高的份数会冲出来，这代表高雄人的集体意志，也希望韩市长能够知所进退。接下来还有繁重的整理造册，还有到投票前非常多的工作要进行，我们面临经费短缺与资源短缺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还是会努力的拼到最后一刻，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继续支持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完成台湾民主历史上最光荣的一刻。